你们年轻人闹矛盾呀，其实就差一张嘴，说开了很有可能就会峰回路转嘛。你现在不珍惜，将来必定会追悔莫及。我已经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团队，也打算把回字楼打造成一个集合品牌，名字就叫回家。威尔 V 型卫生巾，微型贴合，动态防漏。你说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走在一起了？不记得了。你看起来状态不太好。说正事好不好？这几天带你一路走下来，依你来看，马老的遗产能不能让我继续开展项目？你果然还是一点都没变啊。我现在手头上所有的项目都需要资金，我耽搁不起。我们以前也是因为没有时间在一起，两个人才分开的。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继续提起，当初已经好聚好散了。这么久没见面，你一来也不是为了搞复合那一套吧？聊工作就不能聊感情了吗？没有必要。这项目不只对我来说很重要，也是马老生前最看重的项目。行，既然你这么想聊工作，那你就说服我，让我看到这个项目未来的价值在哪里。你也知道我这趟过来就是为了看看这个项目能带来的利益。马老生前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不给我一个合适的利润数字，我回去也没有办法交代。没有问题。当初我跟马老本来就是把余姚这里当作是一个我饿了。你就请我吃这个，你是破产了吗？他们家的辣椒酱好吃，你试试。你不是不吃辣吗？整个御窑室被一条水渠分为两个部。真的还不错啊。你刚说什么？你接着说。区分成两个部分。他是谁啊？我说他是谁呀？他非让我带他来。好久不见啊，师姐。你女朋友啊？这么没礼貌。哎，你说谁没有礼貌呢？我是柯岩女朋友。你啊，女朋友的妹妹。我说呢，听说你在余姚市交了个女朋友，我还以为你喜欢的类型跨度这么大。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想打架呀？坐，干嘛呀？我记得
柯岩喜欢有脑子的女生，也不怎么喜欢咋咋呼呼的类型。不是你才没脑子呢，你才咋咋呼呼。放！师姐，你跟柯岩两个人在这吃，我带小朋友去喝杯奶茶。一二三，走，走了，走，听话，听话，给你买奶茶。柯岩，你怎么这样？找到两位客。师姐，不好意思啊。你前女友一家挺热闹。哎，烦死了！你刚刚干嘛拉我？哎呀，别！我能不拉你吗？我不拉你就得吃亏了。我才不会吃亏！你怎么不会吃亏呢？周璇是谁？他是我们以前校辩论队的名嘴，你怎么吵架吵得过他？周璇很了不起吗？哎，你说我是没脑子的女生吗？陈训彤也这么说，柯岩也不喜欢咋呼。就算没有陈潇满，他也不喜欢我。这柯岩真是没品位，烦死了。我就这么不好吗？没有啊，你没有不好啊。那你说我哪儿好？你说啊。哎呀，那个，你个性鲜明啊，对不对？你只做你自己。不被约束，不被定义，不要挡我道路镜。其实现在像你这样的人挺难得的，这个社会上很少有人能达到你这个状态。哦，那你再多说点呗。再多说点。爱憎分明。还有呢？还有，你看你这个人表面上虽然咋咋呼呼的啊，但是你内心还是非常敏感、柔软。对，他们简直根本就不懂我叔。而且你手劲儿很大，手劲儿很大啊！你最懂我了。情绪很容易感染身边的人。我这是个小开心果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之间到底聊工作还是聊感情？工作。我与马老打算把老街、市集还有回字楼。你的方案来之前我就已经看过了。你在御窑市的所有项目我也做了分析评估，还算不错，利益可观，但是周期太长。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一方面是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马老对你的信任，但我毕竟是来工作的，经过这几天也算有了结论，跟理事会反馈，他们也同意你的方案，但是合作模式需要调整。你都不夸夸我的工作能力吗？为了你，我可是日夜兼程，缩短了3倍的评估时间。什么样的合作模式？你想要的投资我们可以给你，你想要多少都行，但是我们要求享有公司的相应股权，必须在2年内达成约定的分红指标，否则你本人要以投资总额的125%回购所有股权。致辞是需要时间的，火候不够是烧不出想要的颜色的。你现在还懂瓷器了？你提的这些条件我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做到，但唯一能告诉你的是，这个项目值得开发。这是有中国符号的东西，放眼世界各地它都独一无二。你既然有信心，为什么不敢保证？我相信你的实力，你既然说得出口，就代表利益一定可观，甚至可能会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不能拿御窑市做赌注，更不能拿这些瓷器、手艺人甚至瓷漂做赌注。柯岩，你是不是谈恋爱谈傻了？你是个投资人。我没有傻。
只有把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大家才有钱赚。你懂的。柯燕，你现在真的很没有意思啊。你都不知道他那个嚣张的样子多讨人厌。不过我调查过了，他呢就是柯岩大学时候的那个女朋友，他们俩在学校里还挺有名的，柯岩那个时候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也算是略有姿色吧。我给你看他们俩大学时候的照片，这是他们俩当时，嗯，大家都说挺郎才女貌的呢。不过呀，他们两个工作之后就分手了。我听谢君瑶说，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工作狂，本来见面的时间就没多少，还都聊工作，唉，妥妥的一个女版柯岩，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哎，你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万一他这次回来是找柯岩复合了怎么办呢？跟柯岩已经分手了，他要跟谁在一起，那不是他的自由吗？不行，我不同意。你凭什么不同意啊？再说了，你不是也不想我跟柯岩在一起吗？我现在也不想，我只是觉得比起那个讨人厌的女人，相对更占你，虽然你也不是很招人喜欢。替你说了这么多话，打包了这么多物品，我还是有点渴了呢，请我喝杯水呗。那边有，自己倒吧。你让我自己倒啊，一点都不知感恩。我不能让许曼拱手把季风让给别人，但是现在他那两个孩子不懂瓷器，这是他的软肋。那也不是，这个陈勋童还在龙妖待了一个多月呢。陈化峰不认他。这样，刘总，您看能不能从资本上帮忙许曼？喝茶。哎，你说他们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热火，我最看不得这种狼狈为奸的样子了，看着我就烦。你跟周璇聊得咋样啊？还在商讨合作模式。马老的遗产，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投入我们的项目中。这租金怎么办啊？这瞭望塔、回字楼都得付钱了。你跟周璇是有点交情的，你不然你再跟他好好说一说。我担心的是，少了马老的坚持，即便资产管理委员会继续投资余姚，那也是想方设法的去压榨手艺人的劳作，这与我们当初的坚持有所违背。徐总，还没有正式跟您提出感谢。嗯，谈不上感谢。本来我们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徐总，咱这话不能说得太满啊。如果陈家同意合作的话，
兴许我们还是一路人呢。我们准备从整个项目拿出一部分股份给到季风。你说了算。徐总，林总对玉瑶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一直在跟我说要让我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见您。啊，我们都是手艺人，比不得你们这些生意人，一出一进成百上千万的，我们可是一个杯子一个碗，泥巴或者汗水一个个捏出来的，挣的都是辛苦钱。我懂啊，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扶持这个传统手工业呀。你们说是要搞发展搞投资，但其实说着说着看着看着就没了下文了。那我们的合作那可不一样啊，这点您可以放心。咱们合作不但可以让玉瑶再火一把，而且能让疾风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个杯子上只要印有陈家的印子，那在市场上那肯定是一杯难求啊。千杯易得，精品难求。没错，尤其是在令公子接手疾风以后，年轻人的思维他比咱们都懂。我相信啊，勋童没问题，陈家出品必属精品，我对勋童啊有信心。姐最近好不好？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傻狗干傻事。好好好好，我说我傻，那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二等于几？哎，天才啊！李桐，你。黎桐，你不是怕狗吗？我想我变了。路过而已。先走了。
周全小姐，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聚合资本的总经理刘尚。聚合不是科研的公司吗？啊，出事了，忘了。我知道马总的投资管理委员会正在重新计划对玉瑶市进行再投资，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合作计划。那要看想合作的是药圣还是你的聚合。愿闻其详。如果有药圣这样的合作伙伴愿意共同承担风险，理事会当然很乐意，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需求还需要沟通，要不要继续支持这个项目还没有确定。如果你没事我就先走了。哎，周小姐，我知道周小姐也挺忙的，今天也挺晚的，要不这样，改天我们两个单独详细的聊一聊，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葛子，嗯，你要带这么大的机器啊？你上山一直举着很累的。哦，那我就不带云台了吧。行。你就是陈小满吧？还没自我介绍，我是周璇。你好。你知道我？他给你提过？听我妹妹提起过。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来看看能搞定科研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毕竟科研跟我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那你现在看到了？不过我跟他已经分手了。听说了，你跟我看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你热爱生活，他热爱工作，你们两个看起来就不怎么配。周小姐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喜欢八卦的人，看起来跟他也不怎么配。还有其他事吗？我还着急上山呢。我是马总资产管理委员会玉瑶镇项目的代表，正在评估科研的项目，以后打交道的机会会比较多。很高兴认识你。那不打扰了，你忙。慢走不算啊。好，走吧，格子。啊。你慢点，是别在爷爷俩喝水。太沉了。哎，你说咱妈吃饭了吗？不知道，平时也没关心过。不过我觉得她应该吃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妈吃不吃饭你都不知道。你以后长点心啊，爹现在身体不好。那小满姐现在开工作室了，就你成天游手好闲的。你不游手好闲，陈青桐，大哥说二哥，我跟你说，我至少我在公司我还设计陶瓷呀。你呢？我分销啊，我只是没做好而已。天天公司所有人都在说我混日子。哎，你说我们就非得在疾风混日子吗？还不如不回来呢。我当时回来也是想让大家开心的。你别惹爸妈生气，就谢天谢地了。知道了。哟，陈瑶，现在怎么那么乖了？哥，那天我看见爸又往家里买染发膏了。你说他之前好几个月染一次，现在一个月就要染一次了。你知道咱妈
现在为什么天天板着个脸不笑吗？他现在一笑，脸上都是皱纹。哥，嗯，你说，要是有一天爸妈都不在了，那胳膊还在吗？是不是？熊玩意儿，一天天。先生，里面请。谢谢。快坐，点了很多你爱吃的。有什么新消息吗？别着急，等个人。哎呦，楚小姐，都不先你比我先来了。这是个什么局啊？坐。你们也都是老熟人，我就不用介绍了。今天大家都是来聊工作的，刘尚这边也有兴趣参投这个项目，这对项目来说也是个好事。那就要看柯总的意愿。合作模式我们可以聊，理事会有新的条件，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成熟的或者已经积累了一定流量热度的年轻手艺人加入，降低试错成本。这类品牌营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对这类年轻的手艺人有什么重点的要求啊？公司会对他们进行培训，保证他们的福利，当然相对的也会有一些硬性指标。你所谓的硬性指标是要求他们每个月参加 KPI 考核，然后将自己的产品全部放在商业流水线上生产，定期配合参加一些活动，否则全部淘汰是吗？那如果我要能找着这样年轻的有手艺的人呢？那当然是个好消息啊。别傻了，他们不可能答应你们。那个就是你要做的事情了。你们看重的是商业数字，而我想做的事情以及马老想要做的事情从来不只是这些数字。这群手艺人有自己的坚持，他们绝对不会答应你们这么做的。看来我得去找其他投资人了。当然没问题了，柯总，你也知道投资向来都是双向选择，如果你可以搞定像陈小满这样有梦想有能力的手艺人，我欢迎你随时回来找我。吃饭。周小姐，在这个御窑市，像陈小满一样有梦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多的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找找看？那太好了，越多越好。我有事要跟你说。我不该利用你来驱动疾风。我明明知道你最看重的是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太傲慢了，让你受到伤害。
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件事，马老走得突然，现在千和要求重新审视青花瓷小镇的项目。他们借机跟我提了很多要求，包括要你加入集合品牌。我这边已经拒绝了，但我相信千和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而放弃争取你。他们可能会通过其他的关系，或是亲自跟你接洽。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心意做出决定。谢谢，谢谢你告诉我。那我先走了。恭喜你成立新的工作室，很有你的风格。前女友就是要给他投资的那个集团里的人。小马，如果真像瑶瑶说的，他来工作的目的不单纯，他还想找柯岩复合，那怎么办啊？我跟他都已经结束了，他要跟谁在一起跟我也没有关系。如果他们俩在一起真的幸福的话，我祝福他们呀。祝福？怎么祝福他们呢？虽然柯岩最近过得也挺难的，但是绝不祝福他们，不能祝福。行，要帮忙吗？不用，走吧。哎，不是我说，这周玉坚有这么大价值吗？他不就顶着个自己是陈化杰的徒弟，才能跟陈华峰攀上点关系吗？至于这么拽啊？来了玉瑶这么长时间啊，无论是这老一辈的厂长，还是这些年轻的手艺人，对他的评价都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是有一定声望和号召力的。想要在千和资本上掺和一脚，把科研搞出去，他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你要这么说也没错，可问题他都拒绝了呀。要不说这帮艺术家还真是挺难搞。哎呀，据我了解啊，柯岩现在也没搞定陈小满，再等等吧。你先回北京，这边到时候我再来试一试。哎呦，我跟你说，这帮搞艺术的呀，我可真伺候不了。哎。哦，对了，那个赵志红，咱可得利用好啊。我心里有数。嗯，你最近精神太紧绷了，放松放松，好不好？我需要清醒一下。各家都等着马老那笔钱呢，项目得先推进起来，才有可能实现你跟马老的那些规划。要我说啊，周旋现在已经给我们争取到了折中的方案，那些手艺人未必不同意啊。
要不我去找小满再聊聊。要他们答应这种不平等的条件，这项目不如不做。你真的变了。我明天回趟上海吧，我看看还有什么关系能动用起来的。谢谢。哎呀，你别急着跟我说谢谢，现在还不是时候呢。你欠我太多了，知道吗？我在你身上必须得把老洋房讨回来。那我也去北京一趟。嗯。见一些老朋友，看可不可以拉一些资金进来。你闭关回来，怎么不让我去接你啊？哼，下个山而已，多走走路还可以多看看风景。这两天我带格子回来吃饭。什么格子？怎么了？你哪怕能有一次好好听我说话吗？哦，你刚才说什么格子？要回来吃饭，妈没听见。我女朋友段格，你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我谈恋爱，你们谁都不关心不在意，我就让你做那么一件小事，跟我爸吃一顿饭，有那么难吗？你有必要弄成那样吗？人家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想我？你知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想把格子带回来吃饭，妈给你做好吃的，妈陪你，到时候跟他聊天，好不好？你怎么来了？我姐呢？上山了。柯岩来找过她了？嗯。他们说什么了？道歉呗。柯岩之前做的太过分。那他们和好了？你是来找我的，还是来找你姐的呀？格子，别不高兴了。我知道你那天是被我爸妈吓到了。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爸妈他们一直都这样的。对不起。可是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格子，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我会买一个大房子，我会让你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帮你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通通都拦在外面的。
却清楚不能触摸，终于我放开握住的手，为什么还是痛？柯岩，能不能快一点？吹过你吹过的风，也在路的岔口与你相拥。你的笑，你的面容，烧散了。小马，快来搭把手。我的冲动来了，在对视你的那秒钟坠落，只有你才能懂整个宇宙。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不必跟着。作为项目资金委员会的代表，实时跟进项目的最新发展动态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没必要。有没有必要我说了算。走吧，我叫了车，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心怎么愈合不痛，只是觉得始终是为了一抹颜色争取，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畏惧。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我该何从又该何去？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学会控制了情绪，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紧紧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今起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今起